不灭龙的，他应该是用 Q 强捅的。也不是没闪的，和这里装。一般龙女是不带闪。好，一下子没，你还给老子亮标是吧？毒也要毒死你，哦。在他升级之前。我还没死，他妈的，都是老傻，先过去 Q 他一下了，操！你妹的！那多兰顿，他给我亮座爆！啊，还升级，打不动他。算了，他妈的，他越打血越多，我应该闪现去 Q 他一下。他已经没闪了，他闪现前面被我打掉了。不会，攻击力一样。让多兰多一百点血。大海没有尽，但我有。人人有份。挨打技术杠杠的，他先裸不加血。又偷老子不灭了，我们要关他一会六级肯定打不过的。先掐个霸果，要想打得过的话，我统治得放后面，而且还要提前消耗他，但这种距离我要消耗他，他直接开大我就记了，先放线。他能再打草丛，缓慢死去将是。
们的奖励。渣子，人人有份，言语毫厘。忘了半关血还行，靠你真 A 呀，留不了啊，他有大，给个大清个助攻就好，我是真留不了，他们要是能杀就能杀，不然我跟在屁股后面是没用的。悲喜你觉得咋样？悲喜是什么？什么悲喜？和平。哎，可惜没大了，有个残血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，吃鸡主播，不知道呀，不知道你们说的什么。知道为什么要把桶子丢那边吗？打龙女他开大的话，桶子不能丢你身边，要离你身边三四百码范围，最好能 Q 得到的范围，不然你旁边就算有十个桶，他一发 Q 全部都没了，十个桶直接全没，很丢巴离谱。又他妈亮作霸王，往上面，不要站在桶子旁边。哦，龙女也交闪了。给队友说一下，龙女没闪。我怕螳螂没走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下路也来，我不太好去河道支援。我统治放身后一点，放远一点就 OK。走了。不然我一会儿要被抓。我不参加呀 ，BP 我怎么参加呀？打不动了我，操！他这么肉的话，我边路单带节奏也不是很好带，因为他太好强统治了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Shut down。好，瞎子的人头。他没 Q 了，他没 Q 了，筒子就可以放旁边。他开完大招，他的 Q 是 AOE 范围，在那个范围的所有东西都会受到两次平 A。但是他没 Q 了，我筒子就可以放旁边。不卡，我不是很想先拆，我想整个闪金出来。先溜了。岂不是我的头啊，好像出不了闪金了。没扎到就算了，他这个怒气加的好快。卡兰卡特应该是去小龙，卡特往上路走。
我看能不能自己把那个先锋给偷了。我操，我桶子呢？看到没，我的桶子直接就没了。我去下路蹲一波卡特，看有没有机会。他装备不比我差的。我操，好痛！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没分量。为了美，这都打回来了呀，我操，卡特是有 TP 的，那我拆还是不拆呢？算了，下波再说。我这个等级给卡特杀一波可要命了。我Nice， 自从他们换完线之后就不会玩游戏了。我操！哇操，失误了，空了个桶子。他这种攻击特效流大招伤害他就是高，顶不住啊。我很少忘记时机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我不放先锋我做不了野。我怕他移我身上来。所以我就能够回旋 EQ 移，他如果用我单跳板移我身上来，他还是会中桶的。
我不敢打，怕他有踢。AP 的话三件半过后 AP 厉害吧，三件以前的话我觉得还是攻击特效流会厉害一些，神装的话绝对 AP 厉害。但你 AP 卡特的话，你出装还有发育都不是很好打，出 AP 前期压力太大了。谢谢此人实力不在我之下送的时空幻境，谢谢老板的时空幻境，非常感谢，谢谢谢谢。那小红毛换了中路来人都傻掉了，本来叫下路很舒服，换到中路来直接就厉害。还没跳过，龙你不是亮作爆吗？我去找他，装备我都不想得出了，我直接去找他。亮作爆，弱爆呢？他还能给他跑了，我操！